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，平安。很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在新的一天，我们又可以聚集在一起，在他圣殿来敬拜他。阿门，阿门。我们也顺便跟线上跟我们一起敬拜，不无论你在哪里，在家中或是在别州，或是even在外国跟我们敬拜，主很高兴与你一起来敬拜。阿门，阿门。我现在要做一个小小分享。我们敬拜团每周四都是有来教会排练，在排练之前呢，我们有30分钟到40分钟的装备课程。那刚好这几周我们的装备课程刚好是讲到赞美，我们要学习如何赞美，为什么要赞美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在诗篇的22篇，他有讲说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。阿们，你相不相信当我们开口赞美神的时候，他的宝座就会降临在我们中间。阿们，多少人很渴慕神的宝座在我们中间。阿们，阿们。如果你渴慕的话，你今天一定要务必要开口来赞美神。阿们，阿们。而且在50篇也说到，当你用赞美的祭献上给神的时候，你就是在荣耀神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呢，我希望今天我们大家无论如何你都要开口来赞美神。那你也许会说，哎，G，我不知道怎么赞美神。很简单，你只要讲一句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我赞美你，那就是赞美神了。阿们，是的，当我们开口赞美神的时候，神就必与我们同在。那好不好，我们现在就来操练，因为我们在上课的，我们上装备课程也学到赞美不是人什么一个习惯，需要操练的。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一起来，跟我一起操练，我们就说哈利路亚，主我赞美你，我们来讲7次好不好？好， OK， 好，哈利路亚，主我赞美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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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的，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我来赞美你，主啊，我要赞美你，因为当我开口赞美你的时候，你必与我们同在，你的宝座就要设立在我们中间。我们要开口赞美你，我们夸你的得胜会在我们身上，因为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于我，乃在乎你，主耶稣基督。当我慷慨又赞美你的时候，你就要裂天而降，因你大能为我们来征战，你要战胜我里面跟外面一切的仇敌。我感谢赞美你，全能真神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我们征战的元帅，我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让我们拍手，那我们用诗歌、颂词、灵歌拍手跳舞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。是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。当你说我们赞美的是你的时候，你必与我们同在。那我们天天要来赞美你，天天要来赞美你。哦，主，我们要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我们要来等候你，等候你，因为你要必与我们说话。你要再为每一个在这里崇拜你的弟兄姐妹，你要为他们来说话。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来到神的宝座前，神要与你说话。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，放下一切的忧虑。哦，让我们心无旁骛来到他神的面前，我们来赞美他，我们来敬拜他，我们专一的仰望你。哦，因为他的大能要胜过你一切所有的困难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在等候中，在等候中，你光照我，要我走在你旨意中，领受应许，不知摇动，定睛在你荣耀。
浸在你的荣耀里。在等候中，你光照我，要我走在你旨意中，领受应许，不知摇动，定睛在你荣耀，我心无旁无敬拜，为更加与主接近。我们要更加的接近你，我四面受敌，仍然坚定，仍然坚定。哦，主，在风暴中我要听，听你微笑声音，呼召我更靠近你。哦，主，你必与我同行，你必使我安息，你必为我战胜仇敌。在风暴中我要听，虽然我们有风暴，但是神的应许他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听见神的声音。你必与我同行，你必使我安息得力，你必为我战胜仇敌。神要战胜一切的仇敌，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，因为他是为我们征战的元帅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向你呼求，当我们宣告你名的时候，你的大能就降临在我们身上，你那得胜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。让我们一起来宣告，恩膏就要临到，能力就要临到，我必破除护照，让我宣告你名，恩膏就要临到，能力就要临到，我必活出护照，当我宣告你名，恩膏就要临到，能力就要临到，我必活出护照。那我再来一次宣告，恩膏就要临到，能力就要临到，我必活出护照，当我宣告你名，神的名。哦，主，在风暴中我要听，听你微笑声音，请你有主，你必与我同行，你必使我安息得力，你必为我战胜仇敌。我心无旁无敬拜，主啊，当我们专心仰望你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心无旁骛地来敬拜你，挪去我们的忧伤，挪去我们的苦苦，让我们来专心仰望你。我心无旁骛敬拜，加与主
守你仍然坚定，我心无旁骛，仍然坚定，我心无旁骛，敬拜为更加与主接近，声音
让我更靠近你，哦主，你必与我同行，你必使我安息的灵，你必为我战胜仇敌。神的名的时，他的仁义就降临在这里。我们来呼求，耶稣耶稣，你是那大神的主，耶稣耶稣，恩膏就要临到，能力就要临到，我出不着，照我宣告秘密，恩膏就要临到，能力就要临到，我必活出不着，当我宣告秘密，恩膏，恩膏就要临到，能力就要临到，我必活出不着。我们向你呼求，活出护照，让我宣告你名，恩膏就要领到，能力就要领到，我必活出护照，让我宣告你名，恩膏就要领到，能力就要领到。耶稣，这是我们的呼召，我必我们要活出你所为我们安排的呼召，因为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都是美好的，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活出那荣耀的呼召。活出呼召，当我宣告你名，恩膏就要临到，能力就要临到，我必活出。神的意义就是要活出那荣耀的呼召。哈利路亚，是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。
谢谢你在我每个人身上有着那美好的计划，哈利路亚。也谢谢你把那复活的大能和得胜的大能降临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一生就向着标杆来直跑，让我们每一天的跟随不再怀疑，让我们看到神你是与我们同行的神。哦，当我们来接近赞美你的时候，我们再次的遇见了你，与你面对面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出圣洁贵重的祭，你就负恩惠的救主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，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，让我们来跟随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，悦纳我们的赞美，愿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赞美之中。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请坐。